是地方天，一大早就要前往开罗。有一个行程是哈利历史记，提早出发才能有办法到哈利历史去逛一逛，结果一家把我们接近了，伊斯坦堡是饭店外面的另外一个度假饭店，房间不错，有点乱，因为今天赶集，今天先到迪拜。睡醒有一点累，不是去土耳其，是今天到3月18号礼拜天，逛完哈利历史记之后，早晨一天就没事，晚上7点多飞机时间。这个应该是属于清真寺要晋升所用的，在阿拉伯国家，它比较特殊的是插头是110/15/230公用的，当然是有浴缸，是不错，可惜没时间，拜拜。上一期这怎么会是五星级的呢？清晨6点即将出发，昨天入住了这家饭店，中文翻译成赫格达万庆海滨度假村，还请所有的饭店都继续记录安全接头到处是警察和僵尸的，加达的街道很干净，也是很早人就出发了，大概要前往开罗的路上怕塞车，
身房，需经过这里，通过空服和前往这边。都进去了，好的吧？对。这边应该可以走吧。红海的日出，回头就好。好，来，终于看到整个本村的，应该是吧？是不是天堂鸟？啊，还是芭蕉啊？不是啊，那叫什么？可以拍到这样子这个角度，这样这里来拍。侧面，然后这里有两只，刚好很漂亮。哇，小鸟在上面。拜拜了，和平号再经过，大约9月27左右再来造访。现在即将前往开罗，啊，我
里还有他们小牛头。
金总，在船上吃套餐。今天是非常有名的看到了大概三看到了这样三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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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都不是用便当的，他们都用。可以礼拜一个转弯，阿弟唔知使咩钱。镜头呢个仔，他把袜子脱了。
飞机就要飞到杜拜，飞行的时间大概有四个多钟头多一点，那原则上要十二点多才会到达杜拜机场。中间我们出关再去到旅馆，洗完澡睡觉，大概三点钟了啊。是在西区那家 Lounge 就在那里，来
瞧瞧，杜拜机场多么豪奢。八号转运台还有分八 A。看那个转盘要多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包到了，包在那边。不要，不是的，不要开罗啊。对呀、啊。破掉了就。